他的帅，我扛。很好，1200万，你替他还是一次付清，还是分期付款？这是我的名片。我们只欠700万，要还也是还700万。杨子浩，这不干你的事情，你可以不要管吗？是谁？到底要干嘛？这个年轻人，你要替他们还1200万，你还得起吗？如果你还不起，就没有资格再跟他们跟我说话。你们以为这国家没有法律了吗？我是蔡小刚律师，你已经犯了强制罪了。周一是我的当事人，你要再有血上只能找我，否则我们可以告你。谁还债，我就跟谁协商。你要告的，尽管去告。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。等你告完了，他们母女呢，也不晓得会被我带到哪里去。700万已经入账，你要不要检查一下？你可以立马收下这700万，也可以继续追杀他们。然后他们跑给你追，收100年你也收不回你的1200万。然后你还要应付这位律师。年轻人，漂亮，我交你这个朋友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借我一点钱交卡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太远了，听不太清楚。你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太远，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有点晕眩，我血糖有点低，你可以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说。我想坐一下。你可以说，可以借我点钱交咖啡吗？借钱，当然借。哇，我连考试输你，打球输你，工作更是输很大。我现在要是不借你的话，我又怎么告诉你我的存款比你多呢？总好，常可爱，副总好。杨子浩，快走开啦！张可爱，是副总。正好。又怎么了？第一天上班，很不习惯了。
么样？我刚才表现的帅吧？帅，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高中生哦，欺负喜欢的人，幼稚。找我？是不是因为我下午的夜场？你为什么要直播？为了制造业绩啊。但你让整个楼面混乱。生意好难免会混乱，想要赚钱，摊位前当然是越混乱越好，这有这么严重吗？怎么会不严重？据我所知，楼面管理办法里面并没有说可以用直播做销售。那有说不能吗？我不是在跟你抬杠，我很认真在跟你讲。我也很认真。那我问你，有一些事情没有被规范成不能做的事情，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？就算没有被规范到，但你引发混乱，那就是一种脱序的行为，当然不能做啊。市场归市场，这里是百货公司。那你高三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做？你在自习的时候练习一块破板，我在柜上做直播销售，都是没有被规范成不能做的事情，都会混乱，都是脱序。这种事情你以前做的比别人都还要多，为什么现在我却不行了？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懂事。你以前不是最瞧不起我这种胡闹的行为吗？我进大学的时候全都改了，为什么现在胡闹的反而是你？因为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。这十年我学会了，只有像你们这种条件好的人才可以不管规范，才有资格任性，而我们这种在规范里活不下去的人，就只能努力突破，在夹缝中寻找一点点生存的空间。我这些年就是这样活的，你瞧不起也好，你不认同也好，我不在乎。我只想说，我认真的爱过。你不在乎，但是我很在乎。需要爱得如此折磨，我是真实的爱过。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。恭喜你被记大过一只，但同时赢得最佳业绩。笑屁呀、啊！看看。说好你卖超过100件，我就请你吃顶级的牛排。我不去、啊，这种给人一巴掌再给糖吃的游戏，我才不玩。不行，我就说了我不去。信不信我用扛的，也能把你扛去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你有念大学吗？生活霸是蘑菇浓汤。